安静班的时候要拿饼干给老师吃哦。知道了，肉桂的给陈老师，葡萄的给吴老师。好聪明啊！你两点来接我，我订了欧游旅馆。不好意思。妈妈，你让开我了啦！啊，对不起哦。总监，你找我？工厂那边时间约好了没？我有问过李经理了，但是他还没有回我。他没有回你，你不能打电话催他吗？工作这么不积极，事情怎么做得好？对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处理好我再跟你联络哈。拜拜。郑总监，怎么了？李经理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这礼拜要去工厂看看。今天都礼拜四了，你行程还没有给我，这样会影响到我行销部这边的进度。那天我就跟你说啦，这礼拜过去真的太赶。每条产线都在忙，我也正在瞧时间嘛。你再等一下，明天工厂把时间排出来，我马上告诉你。明天？那这礼拜怎么来得及去工厂？难道你要我全部停下来，就等你一个人吗？你怎么这样说？这再简单的简报都是要准备的嘛。何况大家顾生产，这时间哪是说变就变出来的？我就是要去工厂看实际的状况。你告诉厂长，我明天就去，简报也不用了。有什么问题我明天直接问。好了，你明天要去那就明天去，我们配合你就是了，不用准备简报，大家还省得麻烦。我知道，明天要去工厂，我现在就去把总监其他行程排开。姐，在外面啊。你该不会又提着大包小包在路边等公车吧？没有啦。就算是家庭主妇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你老公是怎样，连建设钱都出不起，是不是？姐，你现在有没有空啊？你可不可以出来陪我一下？很快就好。可是我等一下有个会要开，怎么了吗？讲话啊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……哦，你在吞吞吐吐什么啦？是不是叶光华要凶你了？跟你讲过几遍了，就凶回去嘛！我告诉你，对付他这种人哦，硬起来吼他就对了啦，怕什么？他是不是在你旁边？叫你接电话？没有啦，没有，不是啦。哎，我有插播，我等一下再打给你。我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嗯。